再把下方的都浸好了，大家去说好吃的胖。一般的面包店都是用天的行路来行胖的，唔怕冇事过用炒手油行的胖哦。睇某啲人装嘅蓬莱山区都有安尼嘅面包店，同时因为也嘅用油来行，火嘅太细过难控制，为超多维持过好嘅品质，按多人煮稳，头家行去坚持一年能做100只胖。清明谷切面团，就去爱面包咸卡结，再过将天晴过后的面团送进去炉的烘。唔过详细看，一个坡炉唔系一般，接上宽度的天炉的，系条家 T P 做嘅传统潮汕油炉，做物嘅爱暗功夫呢。条家讲，市面好卖的面包，就系用天炉的，是新干条度清好食的油坡面包。T P 咧，因为黑丝盐啊，清凉冇添加油嘅其他东西。你用最自然的东西来做，啊，搁按鲜的食材，爱较好滴，原料爱较好滴个，也袂对不起你种你肉个啊。无你单讲做一只肉个，你要做普通个面包会做嘛喏？陈头家讲，伊比兴起佮退休过后，转到故乡南庄，伫山区打错面包落叶，希望本人下食多满足个口感。头家咪强调，夹面包无必要奶油，食起来虽然有较淡一些嘞，不过是内出面包个甜味。包的香味啊，唔会像个人咧一般那个面包的速度，无乜个蜜桃啊，嘿，都甜甜啊，都有奶油味啊，加了乜个香味都吃得出啦，嘿啊，你都吃失败都甜了。因为我吃个是火泡面包，头家讲火一个猛个同泡面包的技术，却一时惊讶，伊无注意就可能出火来，也许唔小心。古早味道，古早品质，给当礼拜抢走新一类生意，因为肯听一百只按 T P 的油泡面包，自然去卖都唔拉卖。本单去退休过后的梦想，没想到当初放任。条家小店讲，所有心，就算去口味简单的面包，也做得卖都。